赛迪啊，梦辰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就在一起，我怎么就在一起？看了就跟你，看了就出来平安，看了他们都上高山，看了就离，因为说离我，因为说离我。叶秋，你先别激动，我拢无代志。你较冷静的，无代志。到底是安怎？哪会去牵连到建德兄啦？代志到底甲建德是毋是有关联？我根本都毋知。我敢若知影，伊一直逼我，一直逼我，一直叫我写物件，伊不爱我歇困。我要去高山说拍摄呢，我做三叔哥有代志，我还想来等啊。安尼哦，啊，哥姐。卡山，你后边出现等伊阿坤，伊做场面，无用到今嘛，我阿袂阿坤，你后先等伊阿坤啦。对哦，啊，拍摄啦，哥你加照顾啊，我才转过去的产妇，真拍摄嘞。去老先生，你莫这么客气啦。药酒，你也较紧好起来哦。你嘛是，阿无着。老夏，爱一个人，不是因为是查甫还是查某啦，啊，只是讲吼，单纯对伊有感觉尔。假使迄个人是明珠，安尼玉秋是毋是就应该变正常啊？啊，因两个若是会用结婚？代志让你这么欢喜啊？无啦，头拄啊明珠来啦。哦，安尼阿兄一定足欢喜啊。我问你吼，迄天你讲明珠甲英杰结婚结无成？啊，赵医生去甲结婚证书拆掉了。对啊。英杰的爸母哦，讲无准算啦，所以因根本就是白了工啊。
就还有机会啊。什么机会啊？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